率3334题是题主，下图为同一频率的打点计时器在纸带上留下清晰的记号，是回答33到34题。33题是问，对于甲乙丙丁运动情形的描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可以从图上面看得到，我们的甲就只有一个点不会动，这表示甲是静止的，因此 A 说甲做等速运动是错的。我们看到这个丁，它的前面是起点，后面是终点，它的间隔越来越大，表示它的速度应该是越来越快，所以猪说丁的速度越来越慢是错的。我们看到乙跟丙，他们都是呢同样的时间会走出一样的间隔，因此他们的都在做所谓的等速度运动，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丙的速度会比乙来的大，所以 C 说丙做等加速度运动是错的，然后 B 呢说乙做等速运动是对的。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，对甲乙丙丁运动情形的描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等速度运动。